么呢，现在呢，我们呢有一位伙伴哦，我们知道，哎，我们的这个产品嘛，极酷，我们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公司。那么韩国公司，韩国呢就有一个成分的一个东西呢是哈、哦、非常闻名的哈、哦，就是这一个人参。OK，那么呢，我们知道人参哈、哦、对我们人体有非常好的帮助。那么我们极酷呢，当然也有这一个韩国国宝级的这个成分人参。那么我们就有请哈、哦、我们。G Cooper，我们的这个伙伴呢，Irene 呢，她要分享哈、哦、CK 最劲爆的一个产品之一的，就是我们的 CK Power。我们把时间哈、哦、交给我们的 Irene，请大家在留言处一个888，欢迎我们的这一个 Irene。OK，Irene 把时间 Hello，交给你。Irene 你好，Irene 你可以给我 host 吗？co-host 可以，吗？你可以直接 hold 了，你可以直接 share 你的可那以个，直接 share 的哈。对。OK，听吗？大家有看到我的 slide 吗？还没看到，有了。哦，大家早上好哦。我是 Irene，我来自巴哈，我是 Darren 刚才的分享者的下线。我本身其实呢，很喜欢这个 CK Power，因为呢，我是因为这个 CK Power 呢，让我对公司更加有信心哦。因为我本身其实我长期都在吃这保健产品的。刚开始我吃 CK Power 的时候，我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是很虚的体质。大家都知道吗？虚不受补，所以我本身我就很害怕吃这种补品了。因为我一问我吃人参啊，如果拿来炖的啦，我们都知道我们拿来炖了过后，它的成分没有100%了吗？但是我都是会流鼻血啊，或者是发热啊，然后会很大的调理反应啊，只要我吃补啊，所以我就很担心。坦白说，刚开始我听到哎人参皂苷这个 CK Power 我很想吃，可是我又很担心。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其实我还很害怕，不懂，哎，可能要停2天还是3天才继续吃哦。所以我刚开始吃的时候，我就每天吃一小茶匙哦。然后，哎，可是因为我听到一个见证，所以我想要尝试，就是不会怕冷，我的手跟脚是不能开 aircon 超过25度的。低过25度，如果你低过25度啊，我就在那边发抖了。认识我的朋友很多都知道，我很怕冷。然后呢，一下雨啊，或者在车上，因为我们下雨的话，我们开 aircon 的话就会要开很高，然后又很冷，很怕冷的那一种。所以我刚开始吃这个 CK Power 的时候，我很惊讶的是，这个我一个星期里面，其实我的那个手脚冰冷的问题，哎，解决了40到50%哦，因为我自己吓到什么？我吃了大概第7还是第8天的时候，我就刚好遇到下雨。下雨的时候，我先生就开 aircon 嘛，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家里他们我的孩子很喜欢，因为我孩子都蛮比我还壮，因为可能从小我就给他们吃保健品，所以呢，他们是很壮的那种，开16度哦，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我的最小的儿子呢，是开20度的话呢。20度还是冒汗的那种，他们很怕热的那种，所以呢，我吃了过后呢，哎，一个礼拜我就觉得，哎，我的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用讲说，一直要盖很厚的被啊，然后我就发现这一点哦，然后过后呢，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手的问题，我的手，因为我是那种富贵手，然后又流皮癣这样嘛，所以。我那时候呢，其实是挺严重的啦，就是整个手掌呢都看得到是整个都烂烂这样子的，所以我开始吃了1个半月过后呢，它有明显的改善啦。但是我们都知道嘛，这个东西都跟了我整20年，我们要马上给它完全好完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一直在调理着咯，我就发现我的手就开始已经比较好啦，没有这么烂到真的让人家感觉到哇，真的是很严重的那一种，所以溃烂的问题就开始没有这么严重了。然后呢，也不用我，因为我们一直长期在涂着类固醇的药了嘛，我们都知道涂类固醇不好嘛，可是你烂到这样，你不可能不涂嘛。我们知道这一个东西这样长期这样子，
这样子用下去呢，我们有一天可能会得癌症还是什么的嘛。但是因为没办法嘛，他都这样子了，你一定是想办法，因为连什么药你都查了，你都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靠药物咯。可是我就看到，哎，整个那个虽然没有完全100%好到完，好了一个40%到50%，但是对我而言呢，第一我就开始不用吃，不用一直查那个药，然后不用一直止痒，一直吃那个止痒的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很好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爸爸的见证啊，可是就没有放出来。我爸爸是因为那个COVID， 他得了 COVID 过后呢，他的呼吸道呢就开始下降到很低啦，可以讲说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在呼吸的时候会断气的，所以我就买这 CK Power 给他吃。我惊讶的是呢，他吃了不到第一罐还没有完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到一个礼拜啦，就我看到他的呼吸的这个问题呢解决了，然后呢很开心的就是呢，他既然还比以前的样子更年轻，体质呢更加提升了一倍啊，就是因为他现在72岁嘛，可是你看到他的体力呢大概只是50-60岁的体力。他中了 COVID 过后，他去园里面做工呢5分钟他就已经喘不过气啊。我们真的很担心，为什么？因为怕不知道会不会哦就这样喘不过来就这样死掉啊。所以过后我妈妈给他吃了过后呢，我给我爸吃了过后，我妈妈就打电话来跟我讲，哇，你给你爸吃什么我也要吃嘞。他讲会不会贵，我讲不会贵，他就讲这样哦我也要吃嘞，因为哦我先给你爸吵架哦，我吵输他嘞，因为他很有力气哦，很有气啊，所以是这样子哦。然后我们 CK Power 到底它是有什么好处嘞？因为它是韩国的 No.1 啊，挽救了无数的人的生命啊。第一，它增加你的免疫力；第二，它可以预防这个 COVID 啦。因为我们抵抗力好的时候，我们对病毒的这一个侵袭呢，就有达到更好的这个效果。然后呢，修复我们的细胞，然后让癌症呢，压制我们的癌症，血糖降低血糖，帮助我们的胆固醇，然后让我们你吃哦，大概一盒两盒，我可以跟你讲，你的脸哦，好像会整个蜂蜜啊，好像我本身啊，就觉得哎。我的整个脸的蜂蜜度啊真的是不一样哦，很结实，然后人看了就比较年轻嘛。你吃了大概2-3盒，哎呦，我可以跟你讲，我的朋友呢他都会讲，哎 Irene 你这么最近你吃到安格你在吃什么好料嘞。可是我们都长期在吃保健产品的人哦，可是都没有从来哦，我吃那种美白啊那种调理的哦，都没有人讲哎，我吃到安格哇，可是我吃这个CK Power哦，才第3盒哦，很多朋友哦都已经哇感觉到我整个人的这个改变哦，然后还可以帮助肝那个脂肪啊，改善这个敏感的问题啊，美容啊，然后改善牛皮癣的问题，然后补血补气，改善痛风，预防老人痴呆症，然后呢壮阳，还有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细胞的功能，改善我们脑部的神经健康，然后预防中风跟各种炎症的。所以呢它只需要呢一天呢吃一小罐里面呢它可以5到7天，你可以吃5到7天，所以大概一盒呢是吃一个一个月到35天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到你吃了2-3盒过后，你会发现你的体质啊，因为我们的一个疗程至少是一个4盒嘛，然后你吃了大概3-4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体质哦提升了一个阶级一个等级咯。啊，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谢谢。哎，我们哎，谢谢 Irene 的分享哈，请大家哦，我们看哎，在留言处打一个888，我们感谢Irene 的这个分享。那么我们知道哦，在这个人生的好处很多很多，那么。可能就是说哎，我们之前可能我们身体有一些疾病啊病痛，可能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循环，我们免疫系统、哦、就是低弱。那么我们知道哎， Irene 说她之前她会冷嘛，那么就是哎，她可能的那个循环系统、哦、就是我之前本身也是这样的、哦、我的体温都是比较低，所以呢当我们在就是提高这个我们的这个血循环啊，这些我们身体的这个整个运作，就是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得到更多的营养素的时候，我们其实呢整个身体的这一个我们说我们的健康呢会提升，
哦，我们感谢这一个Irene 的分享。当然，刚才他说的他父亲呢，因为这个 COVID 的情况，我们知道其实人参呢也有这个对肺哈、这个呼吸道哦有非常好的这个功效。那么我们说，如果有些人我们说他的气，我们短气哈、我们可以用这一个人参哈、来让我们的提高我们的这个中气。那么 OK， 像我们说的我们讲话呢也会更有这个那个气力哈、OK， 那么呢，现在呢时间不早了，我们就以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积极正面的宣告呢，来就是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那么呢，大家哈、等等啊，我就会大家呢，你可以在你的地方哈、就是打开你的视频，还有这个麦克风 ，OK， 那么。我们一起、来做这一个积极正面的宣言 ，OK。Turn that to gaze.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d a way to make a move.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n't do. Well, I'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t become you. I have no regrets, yeah, I'm tired of my chest. I'll never forget what it's like to be in debt. Been trapped in the back bed, I'll show you what happens. Pass me the mic and I'll show you with actio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ins, let my money show.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an never own.